大家好，我们今晚是鸡，我们是卖咸水鸡的。我们现代人呢以轻食为主，主打呢健康简单。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，Let's go。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，我们产品呢是主要以咸水鸡为主，我们还有提供酥肥的鸡胸肉跟一些小菜，我们的小菜呢有多达30种。那我们都是以简单的胡椒、香油跟葱去做调配。我们的胡椒呢非常特别，是用中药的胡椒下去做调配，所以吃起来呢非常清爽，非常的好吃。那喜欢吃辣的朋友呢，可以加一点我们的辣椒。我们辣椒呢是用新鲜的朝天椒下去做搭配，吃起来呢非常的爽口。然后我们也有简单卖一些饮品，我们跟在地小农呢有配合卖芭乐汁，我们芭乐汁呢是没有加水，跟在地小农配合，完全无加糖。我们的红玉红茶呢是跟鱼子香小农配合制作的，所以它呢喝起来非常的清爽，非常好喝。跟确认一下餐点哦，主餐的话是鸡腿3只，然后一份米血，小黄瓜2份，一份玉米笋，鸟蛋1份，然后杏鲍菇1份跟笋片2份，对吗？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吃法，就是我们上面是搭配水果，让你们吃起来呢是可能吃到一半觉得说有点饱，有点饱足感的时候，可以多搭配一点水果解解腻，这样吃起来相当爽口，尤其在夏天吃起来更是一个别有一番风味。那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小菜，我们的豆干鸟蛋呢是我们自己卤的，非常的 juicy， 非常好吃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丸子，我们有分鱼丸跟贡丸，这都是妈妈亲手做的，非常的好吃哦，欢迎大家试试。那非常欢迎大家来这边用餐，我们位置呢在草屯富里路2段16号东华店隔壁，旁边的白色货柜。那这边环境相当美，相当漂亮，欢迎大家来哦，拜拜。